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一節天氣，我係蔡子純。早兩日影響我哋嘅熱帶低氣壓，琴晚已經喺內陸消散。今朝香港附近嘅天氣咧都好翻啲㗎。不過咧，雖然係咁，琴晚咧都繼續有啲雨區由南面咁樣係靠近到香港附近，不過影響嘅地區就唔係咁廣泛啦。由午夜去到今朝嘅七點鐘，見到香港個別地區都有幾毫米嘅雨量錄得。至於今朝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，可以見到天上面咧雖然間中都比較多雲，不過過咗之後咧都可以見到陽光嘅。咁至於氣温方面，去到今朝早嘅七點零鐘，見到大部分地區嘅氣温都喺28度左右。我哋預計香港今日嘅天氣將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亦都有一兩陣嘅驟雨。因為天氣炎熱，最高氣温會上升到32度，會吹住和緩嘅東南風。咁至於跟住嘅兩三日，預計天氣都差唔多，繼續係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亦都有幾陣嘅驟雨。一節天氣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